向前冲，捍卫偶像皇冠。我没有感觉到他的力量，不要以为你去韩国拍过戏就会捧苹果。在马栏山我会输吗？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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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走开，六大偶像终极对决即将上演。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OPPO Reno 音乐手机快乐大屏，我们是快乐家族。今天要进行偶像大对决，那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感觉到是一个非常其乐融融的场合，是每一个偶像都展现了自己才华，没错。但是接下来出场的这一批人呢，他们会带有非常严厉的目光来审视他们、而且呢，这个其实很特别，史上没有这样一支评审团。一般的评审团，比如说专家评审团或者粉丝评审团、观众评审团都有可能。可是今天我们要请出的是史上第一支的《岳母娘奔三渡》。这些呢是这样的，就是女生的妈妈们来到现场，用妈妈的眼光来挑剔这些偶像们，看看谁是最适合的女婿。怎么了，何老师？所以这六个人啊，我觉得在接下环节当中一定要使出浑身的解数。那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个四个丈母娘，他们有什么样的构成成分呢？我们全部都是好友来投的。我们掌声欢迎我们的丈母娘评审团，请他们出场。真的，我们这四位啊都是非常有来头的。我最喜欢的是我们熊阿姐、熊奶奶的那个表演。还有这样？不是，他特别，你知道以前就是机场有卖那个电动娃娃，就是那个。I'm a Barbie girl。他好有活力的。从熊阿姐开始，好吧，介绍自己，好不好？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，好淑女的。我是岳母娘，姓孟觉。熊阿姐，你对女婿的要求是什么？哎。我对女婿的要求，没几个，就三个。第一个，身材要1.75米以上。另外一个，何老师，你是1.75米以上啊？太深了，别，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，还有希望，我喜欢矮的。那我不是打击到你们吗？我喜欢你啊，打击到了。好，第二个。第二个嘞，就是。起码要那个大学文凭，再有知识是吧？是一个是身高，二个是这大学文凭。第三个。第三个嘞，像要像我一样，虽然是吹拉弹唱不是精，但是要样样懂一点。哦，兴趣爱好广泛。那个长相不重要。海涛有希望。还可以嘞，就是眼睛小了一点。没错。好，要求的好仔细，但是人品是最重要的，人品最重要。好，接下来第二位，这位呢是我们湖南卫视铁杆热心，我们特别特别爱的一位支持者，一直支持我们，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叫孙大妈。我叫宋大妈，姓宋名大妈，宋大妈。对的。下面这一位气质非常高雅的，我们来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，好不好？大家好。谢谢，我是许大妈，我要求的女婿呢，八个字，德才兼备，身体健康。哦，这个好，全包括了耶。哎，至于个子高矮呢，我不怎么挑剔。刚才这位奶奶说的，就说。个矮了我不喜欢，哎，我倒蛮喜欢，像我们的何老师，我就特别的喜欢。
可是为什么我一点都不开心不起来呢？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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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们。那下面刘老师，三湘第一。没有，这个是我们的花鼓戏皇后。哎，谢谢。我叫刘妈妈。哎，我这个测女婿的标准呢没他们那么高。我这1.57米以上就行了。像维嘉啦、何炅这样的，我就很满意了。那我们绰绰有余嘞。对对对。还有那个形象呢，叫搓眉、小眼睛，还他那样的我也喜欢。哦。哎，对吧？那个文凭嘛，小学本科毕业就行了。谢谢大家。哦。那妈妈，你对女儿蛮不负责任呢。首先来掌声欢迎我们妈妈们入座。好，接下来女士们先生们，这是历史上最星光耀眼的一次女婿选拔，我们请来了华语地区非常受欢迎的六大偶像剧的男主角，让他们来接受我们岳母娘评审团的严格的挑选，掌声欢迎他们上场。有请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那这样，为了让妈妈们能够看得更清楚，麻烦你们这样一字排开，好不好？好，首先每一个人请妈妈们说一句话。那个，张翰先来，好吧？妈妈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张翰，相信我一定会给你们的女儿最好的幸福。然后你们看我这么阳光，一定会让她每天都很开心、很温暖。谢谢。哇。下面我们的赵又廷先生，有点不好意思，是不是从来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？对，我还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，未来要经历的，我跟你讲。对，所以先练习一下。实习一下。嗯，妈妈你好，我叫 Mark， 我是赵又廷，我是非常认真的跟你的女儿在交往。跟你们的女儿在交往。跟你们的女好怪的话，跟你们其中一个女儿在交往，然后是以结婚为前提而认真的去交往的，请你祝福我们。这个有点生米煮成熟饭的意思。对呀，好棒哦。好，下面轮到高以翔。高以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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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熊在这里眼睛一亮。妈妈们你好，我是 Godfrey 高以翔。那我希望可以跟你们多学习一些做菜的方法，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做菜，所以希望跟你们一起相处一些做菜的技巧。谢谢。我出狠招哎，这个厉害，不是甜言蜜语，而是柴米油盐。我替朱子香捏把汗，你有没有？我因为我本来就没有 care 啊，因为我觉得他有他自己的办法，妈妈一定会喜欢的。来，朱子潇，上。闪神了你。妈妈们你们好，因为你们的女儿告诉我，要想套牢她，就要先套牢你们。妈妈，你最近气色还好啊？妈咪，你最近头发又染了吧？妈咪，你气色也挺好的。妈咪，哎呦，你妆化真好看，你爱不爱我们？耶、谢谢你帮我们演播厅拖得这么干净啊！好，现在妈妈们来表态，从这么六位男生当中要选一个女婿，到目前第一关之后有什么样的印象？这六个孩子我都喜欢，个个都帅，个个都有才。没错。但是根据他们刚才的说话呢，我最看重的是倒数第二那高个子高以翔。高以翔，许妈妈最喜欢高以翔。以翔你出来谦虚了一点哈。为什么最喜欢许妈妈？为什么最喜欢高以翔？我为什么喜欢你呢？从你的话中说，我要学会做菜做饭，那就说你跟我女儿结婚了以后吧，你绝对不会专门依赖我女儿给你做饭做菜是吧？我会帮她做。哎。